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光谱者，我是竹林庄主庄元树。今天我们接着讲解咏春辅助练习的第三个动作抛腰。抛腰它指的是练习我们腰部前后左右上下一个发力的一个练习。那么它我们这边只要是通过走法的一个训练，然后呢来达成这个目的。抛腰它只要有两种运动形式，第一种呢是水平面，手部水平面和摊手一样水平面的一个运动形式，水平面的一个运动形式。第二种呢，它是一个左右内外立圆的一个运动形式。先来讲第一种右手跟摊手一样，左手向前，右手向后穿过去。当你的手做右摊手的位置的时候呢，肘部就不动了，然后小臂继续向斜上方旋转，手臂往后肘立起来，好，那你肘尖朝前，整个手是立起来的啊。好，接着你的右手持棍把这个棍子放在你的大臂的外侧，不要放在肘部这里。尽量放在大臂的外侧靠肩膀，这两个肌肉接触肉比较少的地方位置当你的上半身动作做完以后，手部都做完以后呢接着就身体向后走，手部不要动，身体向后，整个身体向后转，然后呢你胯有意识的控制你的胯，不要跟着往后走，尽量胯是朝前的，身体朝后胯朝前，身体朝后，形成一个对扭，上下左右一个对扭的一个运动，一个对立的一个形式尽量，然后回来，怎么出来，接着左手右手一样，然后到这里立起来不动，身体前后，胯向前控制，接着回来。好，接着说第二个呢是左右内外立圆的，尽量左手往上的同时，右手往下立圆运动起来，往下压，右手上穿，还是要让肘部朝前这个动作手部最后的定式跟水平面是一样的定式，然后身体向后也是一样，往后胯往前回来怎么回来的，怎么出来做，让右边放手旋转回来。那么当你两个动作基础动作习惯以后呢，可以把它打乱掺杂一处，你可以呢左手右手做水平面的是吧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可以做立圆的，好，可以先做立圆的，然后再做水平面的，这个都没关系的，只是说你一开始初级练的时候一定要一个一个练好，练熟以后都可以把它穿插起来练的好，基础动作学习完以后呢，现在给大家介绍两个背部的一个练习方式向后抛腰的时候，它实际上你可以做一个往后攻击的一个方式，你可以做往后挺肘或者往后左边捶往后左撩裆这些都没问题的，它只要是一个向后一个动作，不管你这一次打肘的还是打拳的，这个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你自己可以去变化。那么现在我们只要先练习一个，就是三步的动作，一样，首先还是一样路再跑接着，那你做三步的时候呢，身体和脚尽量同步，三步，好，旋转，往后，回来，换边一样三步回来，三步回来，三步。好，今天抛腰就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呢多做一些配步的训练，
这样能增加你的灵活性和身体协调性，因为你跟人家对搏的时候，不可能两个人站着不动嘛，因为人是不同的啊，不断的在移动过程的啊，所以多练练啊，配合的训练啊，对你在交手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。